在我们的乐器里面。我们不要乐器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一段表演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在我们国庆日。大家知道我们国庆日有表演吗？我们跟谁表演？啊，对对对，美凤有约。对，我们有跟美凤姐表演。是，那其实这个能跟她一起演出算是一个因缘际会，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，应该说现在啦，我们也是跟着那个台湾的那个，有一个叫做台湾什么什么台湾优质生命协会，我们一起在做公益活动。因为他们刚好也是跟我们的宗教一样，也是基督教，然后也有可以一起做公益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做了好几场公益活动。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跟小刘哥吧，刘福柱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哈？不知道也说知道嘛。刘福柱知道吗？好，对对，知道。那我们跟他演出的时候，刚好就在唱那个我们的主曲，就被美凤姐看到，然后就蛮喜欢的，就找我们一起去做那个国庆日的演出。那其实在国庆日的演出我们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毕竟那个是一个现场直播，我的爸爸妈妈也在电视机前面这样看我们演出。是，然后一上台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们两个上去要正经一点哦。对，因为总统就坐在我们前面哦。对，你们不要乱讲话哦。是，那个保镖会开枪哦。这样你们长得已经够乱了，就不要再乱讲话了。对，他们说你们不讲话，他们也觉得我们很乱。哎，我们长得就是比较自由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艺术家的长相。咦，然后我们一上去呢，是，结果还是乱讲话了。结果那时候镜头刚好有带到那个我们的总统，是，蔡英文，我差点讲蔡英文先生。咦，蔡英文，总统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很，还蛮有成就感。对啊，就觉得，你看吧，还是笑了吧。对啊。在那边，在那边跟我讲选举。OK， 好，选举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好了就好了，对对，好了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练了一首歌，因为要跟美凤姐一起演唱。是，这首歌呢算是她的代表作品，这首歌叫做《黄华龙喜吧》，有听过吗？有。不是你可能你我们的台语他们可能没有听过，他们有，也没有台语老师可以纠正一下。我刚才讲的不是母语呢，繁华都是梦，繁华拢是梦嘛，我们让他们念嘛，来，来，繁华都是梦，欢迎你们。哎，我觉得也差不多。繁华拢是梦。那你们知道繁华拢是梦的泰语怎么讲吗？哒哒哒哒哒 ，OK。这样子吧，差不多。他们就说你们在把我们当小孩子骗。好了，再来这首，我们带一小段就好了。是，大概两个小时就好了。这个一小段好长，听看看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哇！台语歌曲，还是要看歌词。这歌词是写注音哦。情是风中的花草，起落的当中遗忘。温柔啊，为你的情感。是缘分，互相人抹相随。是命运。
今天很欢喜吼，看到大家吼，你有吃肉未？有啦吼。好。那这个时阵呢，我们要休息一下吼，休息时间吼，来，我们掌声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待会我们十分钟后见。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，洗个澡，睡一下哈，待会见。下课，哎，喂，喂，喂，下课。下课。喂，大家可以上厕所，买饮料，逛逛那个周边的卖自己等等。那我们大概休息一下，那一样提醒大家离开座位走动的时候呢，口罩记得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那如果桌上有喝完的空杯空瓶，可以先拿到吧台做回收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期待接下来黑旋风的演出，谢谢大家。